今天我们来讲笑的一种啊，微笑。说到微笑啊，是人类最美好的表情，它可以传递出很多的讯息，比如说友好、乐观、热情、愉悦等等等等。微笑是一项不用花钱啊，使用方便、便于携带、居家旅行的必备化妆品。作为咱们西方化妆品公司的员工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会微笑，尤其是你们这些啊新来的各部门的员工们。笑还用得着学吗？我秋月28年来都是笑傲江湖，人称含笑半步癫。啊，那好像是一种毒药。毒药怎么了？女人本来就是一种毒药啊，它可以让男人朝思暮想、神魂颠倒、茶饭不思、死去活来、七窍流血的毒药。哎呀，你快点，你给我们条活路吧，行吗？不是，有一种很有名的女士香水，它就叫毒药。实不相瞒吧，其实这个香水是我秋月费尽心思、倾尽全力发明的，卖过的。少在这扯了你。我们现在要来听一下伟大的于总监是怎样讲的。好好好，我们接着说啊。说到这个微笑啊，它是有学问的，而且是有技巧的，还是有分寸的，绝对不能够假笑、谄笑、媚笑、冷笑、窃笑、耻笑、嘲笑、怪笑、大笑。哈哈哈哈，一笑一笑。总之啊，这个微笑是有一定标准的，要发自内心，而且要具备一定的亲和力。那于总监，你给我们示范一下标准的微笑呗。好好，我这样吧，咱们一起来做一下啊，我们来看看微笑什么样。首先是眼睛，大家跟我来做啊，眼睛要微微的，稍微的睁大一点，来睁大眼睛，我看一下。马小慧啊，这个是让你睁眼，不是把眼睛闭上。哦，他已经睁大了，平时我们根本看不到他的黑眼仁儿。哎，懂什么呀？难道你们没听说曾经有个人说过吗？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大龙它就灵呀，是不是？眼睛呢，也不在于你有多么小。他主要是有神就行。于总监，我这是小眼聚光，您说是不是？这个没关系啊，这个眼睛这片咱们翻过去，眼睛不是最重要的啊。咱们来说说这个嘴啊，来，大家跟我来做啊。首先嘴角呢要微微上翘，然后呢露出你牙齿的1/3，来做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挺好。秋月啊，刚才我的话有歧义啊，不是露出满口牙的1/3，是门牙的1/3。人家牙齿小吗？没有没有，其实像他这种大板牙，抠下来已经能凑一副麻将了，还剩2副军旗。来，我再看看你们。哎，艾米丽，你的微笑倒是很标准，不过有一些不自然，不够放松，你有些紧张。这样吧，你想一想啊，一些很美好的事情，比如说约会、谈恋爱。怎么了？我没谈过恋爱，也没跟人约会过。啊，嗯，这样啊，那这样，我们规定一个情境，啊，
然后呢，咱们两个人来演练一下，你跟着我说的想象一个场景，这样来做好不好？可是我……哎，你不用紧张，这个很简单啊，就跟演戏一样啊，一定要投入，这样呢，你真真切切的来感受这样的一种感觉，很美妙的感觉，好吧？这样我们准备开始。哎，于总监呢？人家也没有谈过恋爱。少来，昨天不刚说跟你男朋友才分手吗？你住嘴！我也要参加。没有，我们这是专门是讨论怎么恋爱的。他都是孩子他妈了，所以这个不适合你参加了。那么于老师，各位同学，现在我就来向大家讲述一下马小慧女士上一次的恋爱经验吧，好不好？秋月呢，我们欢迎你的参加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啊？你最喜欢的冰咖啡。慢点喝。好喝吗？喝呀，为什么不喝了？慢点喝又不是让你不喝。哎，这就对了，真像个小水牛。现在请大家闭上眼睛，你们听着我的叙述，然后展开想象。这是一个天气晴和、阳光和煦的日子，微风徐徐地吹过，柳树梢轻轻地飘动，燕子从头顶上掠过，在你家乡的小河边上。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我们家四周全都是咯不楞登的大山，没有小河啊。那你们家乡最美的地方在哪？最美的地方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在我们二大爷家屋顶上的鸡窝里。为什么呀？哦，你们不要这样，是真的，因为我们二大爷家是我们全村最富裕的人家，他们家的房子最高最大，而且房顶也是我们那最宽敞的。他们家的鸡窝一到了冬天都咕嘟咕嘟生炉子呢，可暖和了。我们家就不一样啊，特别的冷。那个时候我就跑到我二大爷家的鸡窝里，里面可暖和了。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，等我长大了有了钱，我一定要给我的爸爸妈妈也买一个像我二大爷家一样的鸡窝。啊，我二大爷家一样的房子。哦，这样吧，不在小河边上了啊，在小树林里边。啊，你们家乡都有小树林吧？有。好，行啊，小树林里边，咱们接着来啊。在茂密的小树林里，依然有微微的徐风。阳光射下来，透过树缝，在草地上洒下星星点点的斑斓。周围很安静，安静的，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这个时候，只有你和你的爱人，你们两个人深情的四目相对。啊，吃完饭了？哦，吃饭，你就知道吃饭。你知不知道现在是多美好的学习时间啊？于总监他长得多么棒呀，你呢？刚刚在给我们讲什么小树林呀，
我们在小树林里面。然后呢？感情你也没在听啊？好好，不要动啊，都不要动，大家。现在，你们的笑容是最自然的。现在的你们，带着的是最标准的微笑。于老师，其实你不用费这么大的劲，又是小树林，又是爱人的。虽然我在这里没有爱人，也没有家，但是我每天也会笑几十次，因为我觉得快乐。每一口吃的，每一件衣服，都是凭自己的本事赚来的，心里踏实，脸上也就自然高兴了。对，你说的非常的对。我觉得，真正的快乐，是来源于我们内心的。其实一开始我可能犯了一个错误，我不应该带着大家去练习微笑，因为真正的微笑是来自于快乐。没有快乐的微笑是空洞的，是一个面具。笑只不过是一个表象，而快乐才是真正的本质。今天很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教了我很多东西，谢谢各位。哎，于总监，您是大学生又是城里人，那跟我们这些乡下妹子能学什么？原来啊，在大学里边我是一个校园诗人。我心目中理想的漂亮的女孩子，应该是一袭白裙，手里呢捧着一本普希金的诗集，徜徉在黄昏的树林里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原来生活中的诗意是更加美好的，因为它看似平淡，却给人很多丰富生动的东西。它看似浅显，却耐人寻味。是啊，我是大学生，可我的知识呢，是来源于书本当中的。虽然你们是来自农村的，但是你们跟生活的距离会更加贴近。所以说啊，你们的乐观和自尊，才是真正的美丽的源泉。于老师，你说话真跟作诗一样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，太美了。我一句都听不懂。于老师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当然，问吧。在我们这些人里面，谁的微笑最美呀？你们大家都很美。不行，你今天一定要选出一个最佳微笑小姐。选啊？哎，我选。哎，这太难了，我没法选。不行，一定要选。于老师，刚进公司的时候，总经理告诉我们，这公司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让每个员工都克服自己的弱点，超越自己。今天你也尝试一下吧。啊，对呀，我看要不然就选我得了。哎呀，小慧啊，我要是选你呀，我得多亏心呢，啊。可是于老师，你不记得你答应过我们，如果你没有克服自己的选择综合症的话，你可是要在我们之间选一个做女朋友的哦。好，这样，我选，我选，我选啊。小雨点，哗啦啦，不是你就是他。不许偷懒，要用你的眼睛选。对啊，你要对我们尊重，对我们负责的。好，我选啊，我选。我选艾米丽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的微笑如湖水，深邃而又透明。她的微笑如春风，和煦而又暖人。她的微笑，请你简单明了的好吗？因为啊，她的微笑有一种感染人的杀伤力，所以我决定，我选艾美丽。
天哪！这几年我第一次我做这样的选择。哎呀！啊，小慧，哎，小慧，小慧，于总监，太恭喜你了！总监，我来救你了。恭喜你，你终于找回了自己的选择权。谢谢。这坐吧，坐吧。美丽，美丽，过来，来。美丽，过来。美丽，是我们的于老师选择了你，所以。美丽，谢谢你，我又找到我的选择权。送你了。啊！送，是送给我吗？嗯。耶！啊！其实这笑很简单的，大家可以回去对着镜子啊，不要见客户。韩总监给我的咖啡，你们看。听说公司要开联欢会啊？啊？开什么联欢会啊？不开联欢会啊？那你们排什么小品啊？排小品？对呀，就赵本山那个，就那个拥抱。嗨，哎呀，这个阿兵啊，这个咱们公司这批新员工啊很有潜力啊，如果咱们好好培训的话，以后会成为咱们公司非常优秀的美导。不过呢，每个孩子问题都很大。啊，我们要花大力气，这样才行。嗯，你花的力气是挺大的。哎呀，冰咖啡啊，给我买的，客气。韩总，这咖啡罐你还要不要了？能不能送给我做个纪念呢？哎，我们去逛街吧。今天的这堂礼仪课由我来给大家上。哎，那于老师呢？我们要于老师上课。课程是由公司安排的，不是学员可以随便选择的。如果不满意，可以向总经理反映情况。哼，于总监刚刚还说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呢，我看肯定是你把他给赶走了。马小慧，干什么啊？出来走一圈，给大家看看。哎哎，我才不走呢，耍猴呢你。这是正规培训。如果不走，礼仪课这一关就不能过。秋月，啊，你来走。啊，我，可是我刚刚练习微笑的时候，笑大了，不小心把脚给崴了。练习微笑把脚扭了。啊，不是，是腰，我刚说错了，腰里岔气儿了，疼着呢，走不了。啊，不然我来走一圈。好了，都不用走了。既然大家都有特殊情况，礼仪课考核结束，分数统统为零，下课。哎，韩总监，韩总监，我突然一下好了，你看我走好不好？我走给你看啊。挺胸，扩肩，伸脖子，
双肩下沉。哎呀，慢一点嘛，顾得了脖子，顾不了肩膀了。走路要挺胸，抬头，但是又不能让人感觉到盛气凌人，要仪态高雅，却不要给人感觉到难以接近。脚步要不快不慢，不论有什么着急的事，脚底下都不能乱了分寸。每一步要走得稳稳当当，脚下有根，才会让人感觉到信赖感。哎呀，走个路都这么多道道呢。下面我们开始培训。方法一，顶悟法。这种方法有助于保持平衡，可以训练脖颈的挺拔和步伐的平稳。有助于训练脚下的稳健和步履的轻盈。方法三，直线法。不要看脚下，抬头看前方。这个练习有助于矫正内外八字脚和罗圈腿。如果平时走路外八字，就很容易哎呀哎摔倒。美丽姐，哎呀哎呀，完了，这下一看就肿了。要不然咱们去医院吧。啊，没事儿没事儿。这就叫苦了。哎呀，感情训练的不是你啊，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这是有一次在参加商品展销会，因为赶车被撞倒，摔在一片玻璃上，当时皮肉被玻璃割开。别说了，吓人了。我用薰衣草精油止了血，继续参加商品展销会。那天我整整站了6个小时，卖出10万元产品。好厉害啊！该怎么做你们大家自己看着办。明天准备考试。那就一晚上的准备时间了。简直就是魔鬼式训练嘛。是这样，我都帮你吃了。哎，你不是说要减肥吗？减肥嘛，所以我怕你意志一不坚定，前功尽弃怎么办呀？我就帮你带后路了。马小慧，哎，干什么了？真是的，你知道我是为了你的好身材，我就算胖死也无怨无悔啊！啊，你千万不要内疚，也不要跟我客气。你知道我这人向来都是舍己为人、大公无私的了。我今天要通宵熬夜，就靠这点零食，你把吃了我怎么办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明天还给你好了。看你这个样子，我都饱了，我要练习了。哎，你帮我盯着点，不然我明天考试过不了，都是你的责任。哎呀，好好好，那我们就互相帮助。我选艾美丽，因为她的微笑如湖水，深邃而透明。她的微笑如春风，和煦而又暖人。她的微笑有一种感染人的
杀伤力，所以我决定，我选爱美丽。你说那个韩冰呢，是不是个女魔头？半夜三更让我们再练这个东西，你说我们以后要做美导，又不是做模特啊？嗯，烦得很。哟，哎，那个美丽啊，自从上完微笑礼仪课之后，你的嘴巴就没合上过。哎，是不是于总监说你是最佳微笑礼仪小姐，你就当真了？别瞎说，美丽。作为过来人，我可得告诉你啊，这好男人啊，比恐龙蛋还稀有。嗯，抢老公就像抢那个饭桌上的大闸蟹一样，你得下手快，不然像于总监这样的好男人被人家抢掉了，那可没了。嗯，我说你小小年纪，哪来这么多歪门邪说？什么歪门邪说呀？本来就是嘛，你跟他的拥抱感觉就是不一样。哎，你们俩好了，赶快练习吧，不然明天考试过不去就完蛋了。哎呦，反正我是不练习了，我要睡觉了，明天爱咋咋地。Oh my god， 要睡觉了。哎，就是啊，像咱的身段还需要练习吗？不用练习，考试一样能过。我也睡觉。我告诉你啊，明天你们得把那个零食还给我。哎呀，你烦死了，知道了。好棒哎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美丽加油！闲人免进，谁是闲人呐？我忙得很，我就是要进去。韩总监说了，是要打扰考场秩序，去收拾他。谁收拾？我，我收拾。真粗鲁。
谁呀？这么没公德心！通过一系列的考察，现在大家的成绩已经基本出来了。希望大家面对成绩能有一个好的心态。这个成绩不是对你们能力的鉴定，它只代表一次考察。我说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下面由余麦讲师来宣布结果。一定让我过去哦！一定让我过去哦！也让我过去吧。我过去的话，我会给你零食吃的。你不过也得给。哼，美丽，你说，明明是韩总监自己打的分，却要让人家余总监来宣布，得罪人的事吧，他给别人干，自己倒成好人，推得一干二净。哎，你说他心机真深嘞。别吵吵了，安静。好了，各位，我来宣布一下本次测验的结果。林黛玉70分，杨金环75分，马小慧及格60分。哎呀！秋月65分。也太抠门了吧！给这么少分，什么眼神啊？哈！怎么没有艾美丽的成绩单啊？美丽，哎，美丽，你完了！就你临阵磨枪，不快也不光，哎呀，他们肯定会给你不及格的。肯定是公报私仇，估计不能及格了。哎，这是艾美丽的成绩单，大家想知道她的成绩吗？艾美丽80分。是你们中间考试成绩最好的。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培训阶段还有一系列的考试，我希望你们都能过关。嗨，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我来了。哟，还给熊的，雌雄同体的。美丽，恭喜你，美丽妹妹，你真漂亮，你更漂亮。是谁？说，扔了韩总监送我的咖啡罐。你说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人干啥呢？哼，我有点害怕。你不用害怕，我们现在都是经过培训的人。想想那些培训失败的可怜虫们吧，这都肚子疼的我，哎呀！哎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们老板呢？啊，他在楼上忙着呢。您先坐，花姐，来这边坐。哎，你先喝点水，别着急，稍等啊。哟，花姐，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？早，问得好，我根本就睡不着。睡不着来我们这正好啊，我们有专门的老师调理睡眠的。谢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睡不着吗？哎，有什么事我们进屋里说吧。放开！我问你知道我为什么睡不着吗？我可不是来聊天的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我以前120斤，在你们热心服务了一个月之后，我竟然变成了130斤，现在应该是我问你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可不能这么轻易的就下决断呢。
我们得有整个的老师给你全面的、彻底的分析一下，看看没准你是有压力胖的。胡说八道！我能有什么压力？我自己也有个方案，你们把钱退给我。哎呀，花姐，你怎么说这么外道啊？怎么能退款呢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我看起来像个笨蛋吗？你怎么能像笨蛋呢？一点都不像。这样，我再帮你确定一下状态。我从120斤被你们减到130斤，你们这里到底是怎么减的？啊，是加减的减还是捡东西的捡啊？不行，我的钱花的太不值了，我要拿回我的钱。我们这可有，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？我们这可有专门的退款流程的。什么？难道这还不够明显吗？哼，退我钱，然后回家吃早饭，这是我的流程。花姐，有话你好好说，干嘛发这么大脾气？你想激怒我吗？我知道你是不是配合我们的饮食方案了。天地良心，是你告诉我减肥不用节食的。我什么时候告诉你减肥要天天吃肥肉的呢？好好，你等着，我先回去吃饱饭，增加了体力，接着回来给你讲道理。我告诉你，我走过的美容院比你走过的城市还多。你给我记住，这是只是第一集，我也不想到了大结局这里变成废墟。给我考虑清楚，我随时还会再来的。哼！老板，听说他还挺有背景的呢。他有背景，我们就没有背景啊。喂，韩总，对，是我。马上给我们派来一个最强悍的美导来，越快越好。请 ，please， 谢谢。真是，您放心吧，我会把最好的美导给您派过去。哎，好，好，再见。下市场的，跟我到办公室来一下。哎哎哎，美丽，你知道市场为什么带个厂子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刑场也带个厂子，有道理。哎，哎，等等我。下市场之前，我想让你们先看一下墙上前辈们创造的业绩。我想你们都是满怀希望来到这里，等待着做出一番成绩。经过一系列的培训，现在恭喜你们成为美导了。这意味着你们将凭借自己所学获得成功，但是能不能做到就看你们自己了。我们的照片也能被贴到业绩表上吗？当然，如果你能打破这些记录。哇，那得天天吃兴奋剂才行。我想，如果打扮得更漂亮点儿，会更管用。这是公司给你们准备的一些钱，去买身衣服，多买些漂亮的衣服，让我下回看到你们的时候，可以说你看起来和以前不一样。但是，我们还没有开始工作。不过，我已经喜欢上这份工作了。我只希望你做好准备。我也准备好了。一定要让我在门上写“敲门”两个字吗？对不起，我有失礼的理由。我也想下市场，我不想跟我的好姐妹分开，她们去哪我就想去哪里。是啊，韩总。你看秋月多可怜啊，她考试又没通过，市场又不能下，要不然就直接把她开除得了。小慧，你说什么呢？行了，我知道你们耍的是什么。秋月，最后的理论考试没有通过，回去加强学习，下次考试通过以后再说。狐狸让你们好看。我一定要做给他们看看，哼，就要做给他们看。
的市场被调整了，你跟到这儿去。咦，蓝衣经典美容院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这儿有个人减肥减胖了，你去处理一下。哦。哎，走啊。啊，好。去哪儿啊？怎么了你啊？我该去哪儿啊？当然是施展我们魅力的地方了。哎，那里是有钱人的天下，老天爷撒钱嘛。Oh my god！ 哎，美丽走啦。是谁的呼唤牵动我心弦，让梦想无缘。珍惜着今天，失去的昨天，不代表明天。I know.